国电视台新概念节目《演员学校》制作发布会在首尔江南区举行，演员朴信阳、组合 Winner 成员等等都出席。最近 Winner 新专辑回归的蓝泰贤谈到拍摄 MV 的感受，最近在我在拍摄 MV 的时候，要求演技场面还有很多，有床戏还有吻戏，因为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活用了我在演员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他补充道，之前在拍摄某种戏要运用演技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当摄像机拍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现在可以投入进去，也学到了在准备好情况下再开始演技的方法，我可以带着充分的信心去投入演技，所以我觉得出来了比较好的结果。演员学校是一档以演技短期促成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演员女人种胡豆吉等等歌手搞笑艺人李正豪、男团 Win 的成员啊泰玄等七人以学生的身份入学，演员朴信阳作为演技指导老师登场。兄弟中央电视台联合出品，壮丽奇工作室成绩的都市育儿话题剧《排戏夫妻》将于春节期间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王金浪。该剧主唱阵容强大，由著名导演张小光指导，汇集了马叔、郭涛、马淑妍、韩青、周小欧、徐静儿、徐弟等等。排戏夫妻讲述了三组不同背景的夫妻，经历了丁克造人、中年危机、婆媳矛盾、婚外恋情、离婚、复婚、养儿育女等一系列的悲喜交加、啼笑皆非的婚姻生活。老皮后三对有情人集体归于好的故事，将视觉从会关注关系聚集到三口之家的婚姻话题上。2012年一部夫妻那些事席局荧幕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生还是不生这严肃命题全民大讨论。夫妻那些事的火热该众多制片公司看到了机会，这以后一波以养儿育儿作为核心题材的电视剧来袭，一时间育儿剧成了各大卫视的收视新宠。在这个育儿剧热潮中，夫妻那些戏制片人张立奇认为夫妻那些戏好看，因为他们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编剧采访上摆对的夫妻的生活。张立奇透露了还是夫妻作为夫妻那些戏的姐妹篇，为了保证剧集的质量和水准，并没有执行剧本创作而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和采访，而安排编剧到北上港、深海这些地方采访那些人的孩子夫妻，收集了大量的故事素材后才开启写剧本，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做一个剧，这在业内也很少见的。孩子夫妻以三个不同背景的家庭为中心，通过轻松和谐的方式演绎祖父奶爸和干练辣妈的育儿故事，并延续了夫妻那些戏儿所关注的热点，继续为观众呈现出丁克在人、婆媳矛盾、婚外恋情、离婚、复婚、中年危机等婚姻生活难题背后精彩又接地气的故事。让立奇表示，接地气是我们这个团队在创作都市剧所神圣的原则，真实反映当下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他坦言，一般意义上的 IP 千万是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打造出来的，而我们是用无数夫妻真实故事和经历打造的夫妻这个 IP。 张立奇透露，还是夫妻将与夫妻那些事首尾呼应，对前结局重新进行演绎和讲述，来弥补前结局留下的遗憾。剧中由郭涛饰演的温和暖男，唐盘和马叔扮演的公众狂女汉子林玉，一对经历婚姻危机后又从破镜重圆的夫妻，两个人奉起复婚又恢复到之前光鲜幸福的平静小日子里，但为了儿子唐斗出生却成了第二次打破他们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林玉全身投入建筑设计，他们只能无奈的被失业，在家中充当起传记祖父兼奶爸，婆婆和丈夫娘因为此事各有意见，更为此爆发出一场争吵，但孩子的问题还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和林玉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孩子怎么抚养以及生活习惯等习惯琐事矛盾聚少成多，原本和谐的夫妻关系终于在一日谈判爆发而濒临破碎边缘。那么更精彩的还是要看内容吧。在剧导演张马、苏妍、韩青、周小欧、
徐静儿、徐娣等等，还是夫妻讲述了三种不同背景的。夫妻经历了丁克造人、中年危机、婆媳矛盾、婚外恋情、离婚、复婚、养儿育女等一系列的悲喜交加、啼笑皆非的婚姻生活。老其后三对有情人集体归于好的故事，张细爵从会关注关系聚集到三口之家的婚姻话题上。2012年一部夫妻那些事席局荧幕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生还是不生这严肃命题全民大讨论。夫妻那些事的火热该众多制片公司看到了机会，这以后一波以养儿育儿作为核心题材的电视剧来袭，一时间育儿剧成了各大卫视的收视新宠。在这个育儿剧热潮中，夫妻那些事制片人张立奇认为夫妻那些事好看，因为他们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编剧采访上摆对的夫妻的生活。张立奇透露了还是夫妻作为夫妻那些事的姐妹篇，为了保证剧集的质量和水准，并没有执行剧本创作而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和采访。他们派编剧到北上港、深海这些地方采访那些人的孩子夫妻，收集了大量的故事素材后才开启写剧本，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做一个剧，这在业内也很少见的。还是夫妻以三个不同背景的家庭为中心，通过轻松和谐的方式演绎祖父奶爸和干练辣妈的育儿，投入进去也学到了在准备好情况下再开始演技的方法。我可以带着充分的信心去投入演技，所以我觉得出来了比较好的结果。演员学校是一档以演技短期促成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演员女人种胡豆吉等等歌手搞笑艺人李正豪、男团 A-Wing 的成员啊、泰玄等七人以学生的身份入学，演员朴信雅作为演技指导老师登场。兄弟中央电视台联合出品，壮丽奇工作室成绩的都市育儿话题剧还是夫妻将于春节期间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王金浪。该剧主唱阵容强大，由著名导演张小光指导，汇集了马叔和他的故事，并延续了夫妻那些事而所关注的热点，继续为观众呈现出丁克在人、婆媳矛盾、婚外恋情、离婚复婚、中年危机等婚姻生活难题背后精彩又接地气的故事。张立奇表示，接地气是我们这个团队在创作都市剧所神圣的原则，真实反映当下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他坦言，一般意义上的 IP 千万是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打造出来的，而我们是用无数夫妻真实故事和经历打造的夫妻这个 IP。 张立奇透露，还是夫妻将与夫妻那些事首尾呼应，对前结局重新进行演绎和讲述，来弥补前结局。各电视台新概念节目演员学校制作发布会在首尔江南区举行，演员朴信阳、组合 Winner 成员等等都出席。最近 Winner 新专辑回归的蓝泰贤谈到拍摄 MV 的感受，最近在我在拍摄 MV 的时候，要求演技场面有很多，有床戏还有吻戏，因为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活用了我在演员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他补充到，之前在拍摄某种戏要运用演技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当摄像机拍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现在可以。